到，所以来介绍一下吧。等一会儿进去里面的时候就可以搭缆车上去，当然也不一定只有搭缆车才能上去，你可以走上去的嘛。但是走上去真的很累，要我觉得上次走了一个小时多，然后这里有可以骑脚踏车的。好，现在已经坐在缆车上面，我等到了已经出现了，晃一下，好，坐上去大概几分钟吧，好自然哦。现在在餐厅里面，这是食物，然后旁边这里有卖饮料。倒油，回，这个看上去好好吃哦，这个，那就放大它，买，现在就要买。好，现在我们在 Skyline 上面吃早餐哦，吃早餐哟。等待许久的热巧克力。世界地图。魔戒都是用 Jelly Bean 组成的。好，继续走。这里的话就是看风景的地方啦。门怎么开？ OK， 打开门。遇到有人在跳伞，遇到小羊啦，两只黑的，一只是灰的吗？是啊，一大早的，是谁在 jet ball 啊？怎么如此的忧伤？人生中第一次遛狗，哦 ，Billy， 啊 ，Hello， 哎 ，Hello， 踢一下，哦，哇，哦。